Gate Funnel 从这边进入。看到山又要爬了，既然来到这边，我们又在上。这边可以走柏油路，然后这边当地人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从这边而上，这边上来。天气是中午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上山。12点正，没有拍到你，多少现在？12点正，拍多少？疯了，全部都疯了。开始上山了。哇、wow、哦！好美好美，又是绿绿的一片。下面还有一个小湖，谢谢天哦，这么有热。现在还是工兵的时间。
哇哦！不一样的景点，来，我把它起来了不？起来挖了不？哇，又是另外一个景观。哦。太美了。三个安迪宫顶的真兴奋。安迪小姐。人家丢下来一个人在这边啊。快走，也没丢。好，柏油路太斜了，对脚不好，不喜欢，还是走山路比较好。柚子，原路返回。风景优美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继续另一个行程。出口了。这边上山空地很大，可以从柏油路上。也可以从山路上，啊，这边上，很容易，不难的一座山，上面风景也是蛮漂亮一下的，可以看季兰丹的河，大家可以来